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ster Mango 神话。今天我和阿顺来玩跑跑啦，阿顺。嗨嗨嗨！哎呦，我好怕趁机啊！快我了！哎，刚刚发现真的很屌一个事情，他是你们完全看不到你们。AI 又没在动。哎，白色这块我不会跑，这是什么烂地图？就森林法夹弯啊！不要跟我讲说你森林法夹弯不会跑，或者 AI 不会动，可能这一张地图啊，我知道了，他不能跑，那逆向的。哎、欸，sorry， 弄三下、啊，你很逼车哎、欸，你都要逼车你才爽，这不是逼车，这是单纯的意外事故而已。你怎么飞上去啊？废物不等我。有啊，我故意撞墙等你啊！我、哦、太好笑了，笑到我手感都不见了。你刚才是怎么办到的？怎么人就突然往上飞就不见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刚刚路有别啊！太好笑了！好快的尖峰，我尖峰好快。我这台也超快的，你帮我抽到這台？那手棒拿到了。对啊，超快！你怎么从我头上飞过去？超好笑。啊、就刚刚就一路扎死了啦，撞一下，哎呀，我居然撞输你！哎，对 AI 都不会动，好屌哦！我居然卡到柱，我好像有一只蚊子在叮我的脚。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就等于是我跟你玩 CS 的时候，你一直给我说等一下你脚痒的那种意思。哎、欸，真的啊，不知道放开油门还是甩尾。这台太快了，我不会开。还是熟字久，你熟字久就会开，这个就不会开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舒适系列，我比较喜欢开舒适系列的车。舒适系列的车我都有在练习。你在狗屁，白痴啊！你就硬要撞我，那是意外，单纯的意外，只是你的后、欸。为什么我有时候都不能甩尾啊？好怪啊！速度太快甩不过去，sorry。怎么瞬间累个？哇，好开啊！啊，你屌得很烂，干我屁事！好累个啊！哎、欸，我要撞到那个柱子了，撞到我了啊！对啊。我先把网页关掉。奥迪的呢？你看奥迪的车头还闪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硬硬。恭喜金色显像板敲出了超炫、超 A、超独一无二的爆裂 HD 无限制。哎呦，正常的。是不是我开的那个登录网页的关系？对，你刚刚真的好。OK， 哇！竟然开这个，看我喝一下可可喝啊！这好像好帅、啊。你怎么没有拽动？我好喜欢这台车哦！你说哪一台？我现在开的这一台，我好喜欢它。哦，那 AI 真的，你竟然还撞我哎！AI 学习我的技能了，怎么办？我的技能居然被偷了。哎、欸，这台车真的很帅，我还蛮喜欢这台的。就看你抽不抽得到啊！看你办一个心脏能不能抽到。喂，太糟！你还有空的？你还有空的那个账号吗？给我一支。有我之前不是有空账。我之前上的那一次就是空账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只有一台板车，
只不过好像也没有多少钱。那我要去储值啊！笨蛋哦，那只跟我的 CS 是共长。哎、欸，不等我哦，等下把 AI 关掉好不好？好烦、哦、，AI 撞我。AI 学会我的技能，我没办法。哎、欸、屁呀、啊、！AI 爆冲好快哦。大概是因为我开舒适九代系列的车吧，所以他们的车才会这么好。哎、欸，刚才市长是你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开九代的、啊，我开九代车啊。难怪。你刚开场就是不知道你刚开场你去干嘛？啊？你刚才为什么没有按开始？啊，因为我刚抓。为什么我一直按不到啊？我要死，我真的要输了，输给笨笨的 AI。你可以讲这句话吗？AI 太强，或者是这一句。你也可以用这一句。我都按键输入的，太棒了。怎么按键输入？按键输入啊！啊，我忘记按了。算了，因为有 AI 在，我按哪好像也没有什么用。好撞你啊！嘿，吃我的横长弓。三轮的，我两台跑的还比你快。好啦，听你的话，把这个用掉。那这个有点太了。哎呀，太恐怖！我们的阿峰竟然离线了。阿峰进来拍哦，没有啊，他下线了。我跟他打一个阿南，然后不知道是怎样，好像是他哥登他的账号，还是他自己玩他的。玩他的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逃跑？对啊，他跑跑在线上，他不知道是他哥还是他。嘿，逼车。白痴哦，干嘛？你这有事哎、欸！sorry， 我真的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屌事。真的很有事哎、欸，你！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种屌事。好，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种屌事 ，sorry。想跑第一名，不要这样子哦！我没有想跑第一名，我是想撞人第一名，再撞人接出头天。跟你讲，你这样跑，这一定会被踢的。谁敢踢我啊？我是市长。你有没有超级市长？超级市长会不会被他踢啊？哦，刚才瞬间那个位，我要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我正好卡了一下。刚才被后头跟前面被我撞毁的感觉是怎样？烂东西，少救你。反正反正要修车又不是你，是小德。你妈妈呢？好久就没有推修车模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如果真的修车的话，刚才那一撞你的车子就要修上百万。你要不要信？奥迪的呢？对啊，前后这样撞的话，可能就要修三万，三百万。
而且还没办法向我赔偿。我觉得小婷的账号好可怜，竟然被你使用，然后被我逼车，然后又叫我等等，被我逼车，然后又被我钱弄夹起。哎，高毛，我一直按他，他居然不理我。哎呀，我撞你了哈！哦，要来比就是了哈。等我一下，我先去用一下东西。靠，我撞你的时代了。速战速决回来了，我们玩。玩什么？继续啊！我正在考虑。你为什么开那一台？我不知道那台，我觉得还蛮帅的，就开一下。呀，怎么这关？哦，好笑，是这一关。喂，你的战车太猛了，我卡，我们。哎，我真的不会开这一关哎。啊！你等我一下嘛！屁啊！你这关跟我跑过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还不会跑啊！废话。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你有东西？你知道吗？我因为就是我知道有那个，所以我才故意走中间。别来吵一堆！哇，你的战车会不会跑太快？超级战车！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我要怎么卡你？嘿，白痴，我卡到我！你知道吗？我撞你的后车，我居然也被撞飞，这是什么可怕的实力？哎、欸，你看我后面还有四个加速器耶，超屌！是哦。我又看不到，我是要看你屌啊！可以停下来看，他没在跑那么快。哎，我卡到树了，然后讨厌了。我卡到，我在冬菇里卡到，淹死。你现在这样是好帅。我又卡到。我这台车真的好慢哦。那应该被列为道具车之类的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刚没看，我就刚看好像还不错。哈哈哈！哎，你好贼哦！哎 ，bitch， 轰天 ！bitch， 你这个，因为我知道你那时候说把卡在最角。你这个变态，竟然卡在那里！嗯嗯嗯，哈哈，这好帅啊！等一下，我是。我再调整一下这点 BGM。阿顺卡起来哦。阿顺顺。啊，我不然把声音关掉，拜。
白痴。这还到底什么派的？托派。喂，神经。我最近不知道怎么甩不到尾。甩不到尾。不是。起前面起步吗？对啊。那怎么变成甩尾？不是起步，怎么变甩尾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等我，等我，他墙壁怪怪的，墙壁把我逃另外一边去了。哎、欸，您站出来，你不是应该要把墙壁给撞毁吗？太大，没办法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大，我该关的都关了。然后就是你，我就说我该关的老早就关好了，不等我。我刚才一直在等你，你知道我是路边吗？我也是啊。哎，为什么我战车不能把车撞掉、啊？不科学。而且你还能把那个车子完全撞毁，你知道吗？因此你就要赔人修车费。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被卡了好多次哦。你是不会甩这里是不是？哎、啊，你不是很爱这一关？因为他不是，他正常车可以，但是变形金刚甩尾他怪怪的。你啊我啊我玩我上次玩的那一只也差不多，就是他跑起来是，他就不是车子那一种。不好甩，你懂意思吗？还好吧，很好甩啊。哪里不好甩？现在就是战车，哎靠！为什么是我被弹开？啊，因为你比较小台啊，讲废话。懒得管你了。你要开始无脑时间了吗？差不多。喂，跑太久。哎，吵到你了！又要开始无脑时间就是了。哦，哎，你战车太猛了，我撞一下你，连纹风不动哎，只有坦克车一辆，哈哈哈哈！你太雷了。太可怕了！居然撞一下还纹风不动，居然还是我被弹开，看帅！太可怕的实力了，这叫做猛，你懂吗？你会不会写“猛”这个字？我教你写。不用。你确定要这个吗？这个神盾跑就尬得赢你啦，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再练这一台好吗？啊皮，好了没有啦，吓到了，没有。如果你真的要开的话也是可以，不是没有问题，只是输赢就变得很奇怪。再等等看你要不要。哎屁啊，你为什么那台撑这么久？起步加速，讲废话。小婷这台强化的很屌哎、欸，怎样？强化到怎样？它是起步好像加20，然后什么？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我后面有一个警贼，快点别再追我。
哦，哎、欸，滑到，哎、欸，滑到。哦，哎、欸，我竟然撞车，好恶心！我第一次看到有骑机车往石头那里冲，然后就被撞开了。好烦哎、欸，最后赢了。Fuck you！ 我等你啊。哎、欸，好烦哦、喔！嘿，你还卡，你还卡我，你很好。我知道你有自杀倾向，可是你也不需要这样。哥，我怎么在很小心，现在是怪怪的。他现在轮胎变红色的嘞、欸！啊，整个前轮胎整个全红哎、欸，好帅哦、喔！真的假的？你这跑太久，真的爆胎哦、喔！我很怕哇。你刚刚在干嘛、啊？原本要停下来让你撞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要重跑一次。我不信，为什么这边卡卡的？笑死我也！等你耶、欸屁哦！为什么？不用等我，你就先进去。我快到了。很烂欸，这怪怪的，是我跑错边吗？直线冲撞，哎、欸！笨，我还想说直线冲撞一定会冲到你。我早就已经算好是你，你应该撞不到我。你有没有看到神人的力量？屁呀、啊！啊，为什么上一集会被我逼车，那是因为那个好不好？那是因为你那么累，又怪我了哦！怪谁？啊，说好的 AI 呢？啊，对哈、哦，你没跟我讲，你按太快哦！啊，你这，这是，真是好快哦！加速太快、欸，我想去看，我等一下是尖峰酒出，我要去买啊！尖峰酒，等你就用你的，你就办一支新章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所在的好像三个轮胎好像不太好耍、欸，三个轮胎不是四个吗？六个轮胎的啊！哦，那不是跟那个舒适酒差不多？对啊。为什么感觉不太好开啊？还好啊，你不要再撞山喽。那是不会啊，这我感觉好不太好开了。哎，你不要撞铁柱哦。结果我在摔尾的时候撞墙。拜托，这样是我最拿手关卡，怎么可能会撞？你不是最撞的是陈真玉和？陈真玉和跟最撞都可以啊。陈振宇哥那一次还被我逼车，多少在感觉怪怪的，我哪知道？一直看你下，我也撞墙，这也不算好甩、欸，有技术问题，不是说真的，那好像怪怪的。笨蛋哦！哎、欸，你这又要来冰车就是了，又来冰车了，撞不到我，谁说的？我这是什么？选错车了哈？嗯，你九秒我，哎、欸。你差我0.09秒。哎、欸，怎么？哎、欸，怎么办啊？我好紧张哦。好紧张是吧？我要那个证，我那个要证照考。
招考证照哦，不用紧张啊，随便考就过了。重点不是啊，重点是考我最不会的烘焙啊。烘焙就揉一揉，丢一烤箱烤烤就好了。你他是这么简单哦？你就说林北北跳是袂使，你就这样讲就好。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子就感觉好像是在跟我考那个考试的时候，就像那个作文纸上写说题目太难，我不会写一样。对啊，这样写就好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不是考高中，考高中的时候要那个什么，我突然忘记名字了。你是说作文啊？对啊，考高中的那个作文，我就真的在题目纸上写说题目太难，我不会写。我是都直接空白句好了、啊，搞这样写，这样老笑，这样被骂、欸。管他的，反正被骂的人又不是我。为什么我对人那么雷啊？因为爱，所以爱。哎、欸，怎么一直路边啊？个人问题。哇，这台车，你要怪这台车了？不是不是。你知道开久你的舒适久之后，你会觉得说，好像有的时候这人开起来就他妈的自然不习惯。你干嘛？没有啊，我稍微减速，不然我又要撞墙。哇哇哇！你要居然赢过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是不是要撤呢？我们要不要加油一下？阿硕，我们是不是要加油一下？哇靠！他内侧超车呢，那么猛！哎、欸，我那当时在内侧，他竟然也内侧干嘛啦？想卡你啊！这么简单的事也都不会看，白痴！白痴！我要输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好玩哦！我要输了啦！我大哥，可以哦！你的车头要不要修？不用，我的这台车头是尖的，原本就很适合冲床的。哈哈！哎屁呀、啊！你刚刚是怎样？刚才两个人一直在录来录去的。没有，就是我甩尾甩太大范围，然后你就跟着冲撞上来了。没有，你刚刚是不在那边，然后你就瞬移过去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重点是你那里有 bug， 我这里也是有 bug 哦，我真的太好笑了。欸、很贱呢、欸、，bug 哪里贱了？我哪里贱了？你自己说一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 AI 的起步加速这么快？哎、欸，阿顺，啊？为什么 AI 的起步加速这么快 ？AI 起步加速有吗？它起步加速不喷氮气的话，是比我们还要猛。它只要氮，它只要有氮气，比我们还要猛了、啊。喂，你是在冲啥？我可是连撞都没撞你哦！哎呦，史上最笨的，那明就是上来去撞。哈，我撞你又怎样？竟然没事。我记得他们都不是那个穿透啊，他们会穿透啊，他们会墙壁穿透术。多少损？玩家就不行，因为爱，所以爱。哇哈，你那台车好快哦！有吗？没有吧？有，我只是加一而已。这台我就加一。多少钱？你那么弄得上我了？因为我都尽量甩内侧啊，能甩内侧我就甩内侧。而且你，sorry， 这很自私自利耶。sorry，
我哪知道车来撞你一下，你就刚好卡墙。这纯属一个意外。完全纯属一个意外。哎，你输给他们，你会不会太扯了？啊，因为我刚突然知道。哎，我还是亏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按哪以为你还在第二名，然后没有，我是看 AI 穿过去了。哎，怎么不是你？没有，我是看到有一个那个 AI 直接开弹就冲过去了，会不会太扯？而且你知道那边一直砰砰砰很吵哎、欸。我在喝我自己泡的可可啊，何必喝啊？进来哦！我就不信我不能赢你。可以啊。哎，你看。哎，我们开战机 AI 都已经快接近我们了。鸟地图啦，哦 ，shit， 这个电竞的哦。白痴，我说，哎，黄色那个减速哦。啊，是啊，这个我不会跑。好，我卡错了位。哎，对啊，操，这车子过不去啊。其实这里不能甩尾，我记得哎。那个电竞选手都是这样跑的。弟啊，你明天跑最快，你还跑那么快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跑很快。你之后来看我这个影片就知道了。我都在跑草地。我也都在跑草地，为什么你为什么跑比我快？哪有？我是能抄近路就抄啊，尽量不要甩踏太大。屁还跑不有快？哎，我只要撞到三角锥。而且你抄那个草地，你也要看啊。哎，我第一次知道，我们刚开始不是会跑到那个。跑是船跑、哦，还好，因为我每天都在看电竞他们跑。虽然说电竞已经没有跑跑了，可是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就一直在看他们玩跑跑。我看电竞的唯一就是看那个橘子熊，我是橘子熊的粉丝啊。都不等我。有啊，跑草地在等你啊！嗨，猫，要不要来玩跑跑？好下载。就看你啊，反正我现在在拍片，可以继续等。希望没手感。不用，不用管。我们没手感，不是照跑。我会自动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要输 AI 了哦？没有？为什么？我车子然后跑好慢的、哦。哎、欸，你车子是不是跑草地不太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还是我们赢？啊，就因为你第一名啊。哦，对哦，只要站住第一名，不管怎么跑都是赢的，都是第一。不一定、哦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你知道蓝队有四个军训，蓝队有四个军训就不一定，就会开三三啊，这样最公平。啊、跑二二的话，不管怎么跑都是第一名啊。哎，我被哎猫等你，你赶快下载。你先跑，跑很久吧？不用啊，不用下载很久，我五分钟就 OK 了。
八分钟，这算久了吧？换送一台。喂，阿顺，为什么我老是都没？喂喂喂，队友都在雷人呐、啊！抗议啦，我换队哦！不然你跟我换队。操，这队友都好雷哦！还是我跟你换队一下 ？Man man man。我觉得你有最强，是所有黑暗里面最强的一只。这队友根本是超雷啊！哇，这雨真的有点大耶，开摩托车好可怜。开车子也很可怜啊。嘿，我们就下半部哎，上半部一样在淋雨啊。哎哎，像哎呦哎呦哎呦，后面哎呀，好猛！嘿，你会不会太弱，一下子就掉到最后？啊哎、欸，屁啦！你这乌鸦嘴，超车超车，那、欸、次超车，第二名了。可是我看还是在第三，哦，变到第二。你要不要换一台车啊？哎、欸，你开九代的呢，我开 HT 的而已耶。啊，对啊，我开九代，所以 AI 也都是开接近九代的一台车。你就给我开那个训练，你就给我开 HT 的。好啊，我开先锋 HT。妈的、欸，你嫌我？哎呦，草地好慢哦。没有啊，在就。草地只有一瞬间而已，你必须在一瞬间穿越它，就是接近终点那个双转弯，就是摔回到、哦。你又在超车。哎、欸，对我真的说实在，我对我真的有点雷。哎、欸，雷爆了！第二名被红队占住了，然后撞车连撞不到我，连让我移动都没办法。应当共看到无？无看到。三个后面在雷人的队。所以我跟你换队要不要啊？好啊。你开这么好的车，为什么我队友这么的烂？这他妈好不科学。好，你换过来红队啊！我先关你们的声音啊、哦。为什么？我要看影片。看哪啦？怎样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东西。你要看什么了？我要选车。白痴哦！算了。怎样？算了，我这样应该是不会跑，我要跑最后面。哎、欸，都黄金的哎、欸。哪里都黄金的，都黄色的黄金哎、欸。一开始就是大卡车就是怎样？哦，后面队友好，哎，你队友真的哎、欸，我发现换一个队友就非常给力。我、哦、靠，那尼欧真的好猛。对啊，尼欧真的超猛的，只要我，哎、啊欸，我被撞了。这里卡我哇，炸！没有，我是被后面的 AI 追撞，然后我就被他撞到卡墙。这样真的好不好开哦？老人，哎、欸、AI 真的很会撞人呢、欸。来离开这个地方好吗？你离开这个地方就轻松。为什么听到各位观众？各位观众，哎，真的太扯了、哦！哎，赶快卡到一二三名，快一点！哎，不对，二三四名，这样就赢定了。哇，不给吗？哇，哎、欸，后面的哦，你的尼欧太给力了。
真的哈、哦，每天你对不对？真的真的太给力了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的小蜜头也特别的给力，只差我刚才又撞墙。把戏了解。我竟然被自己的队友后尾追撞，还要还要还要，我们这组机会完美了。啊，没机会了，没机会了，水蜜桃。你的哎啊，水蜜桃可能是第二强的。哈、啊，阿伟是第三。啊、我发现人，我终于知道是谁在雷了，是手枪那个，那个很雷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乱飞？不知道。你刚旋转起来乱飞、欸？真的假的？我好想看，是转三圈，然后像龙卷风一样飞起来吗？对对对，没有没有，你是直接像子弹一样那边转来转去的，真的假的？就是那种子弹咻的一阵这样转过去哦。对。终于这队换我们这队赢了哈。哎，市长先暂时给我一下。为什么？别啊。暂时给一下。然后你先说你要干嘛？哈？把 AI 刷掉一个。哪一个？就那个痞子妹刷掉，然后再按一次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地图。我换我选，然后我选。那我们就来玩个好玩一点的，好了。你要又让我比手，白痴哦、喔！不要 AI 了，不 AI 了，不 AI 了，一般就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 Lily 的距离这么远？这样我是要卡个屌啊！跳跳跳跳跳！哦哟！啊！我的卡着。你在白痴哦！你跟我笑。哈！我现在还会飞。哎，我怎么一直卡、啊？哎，飞不上去，速度不够。哎，看到孔大还会弹人呢。没有吧，他直接就卡了。太快了，我追不透你了。屁啊！你那个起步加速这么快啊？我一直撞到墙壁啊。好烦哦！追不到你了，我看追不到你。哎，我觉得如果 AI 会跑这一关的话，一定是比我们强。真的。哎、欸，飞不到！哎、欸，我还被恐龙的，我居然被恐龙尾巴甩了一巴掌。所以你好拍什么吗？啊？我说你家你好拍什么吗？